大风呢？出入在大巴蛇里也掉进去。我是知找最近的地上和出口。赵太夫人根本脱手不及啊！陶波提在未来2小时之内完全脱离爬窗，依法启动国家级响应，部队马上行动，据疏散人员指挥。2个小时之内是不可能完全撤出的。早在县城和云冈山之间就可以形成路障，但值得。